是我的草莓啊！补偿你的钱不钱？别动！果然还是你的比较甜。看电影，张毅，你找我谈画稿的事儿，明天再说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不讲道理？你现在是我女朋友，半夜不能接其他男生电话，这是最硬的道理。张毅又不是什么其他的男生，张毅更不行，今天不行，以后也得定好。以后，十点以后不能给他打电话，而且不能跟他单独相处。发现你还是个醋王啊！还不是因为他对你有歪心思，没让你俩绝交，我已经算很不错了。歪心思？他能有什么歪心思啊？想着怎么让我给他涨工资？你吃醋的样子也太可爱了吧！我在跟你说正经的呢。好啦好啦，别生气了嘛。我是你的小可爱，你顾南舟一个人的。亲我也没有用，我定的规矩不会改的。好，我答应你的规矩，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不能跟江劲轩单独外出。我答应你。也不能对他笑，不能喝他给你买的鱼片粥。坚决遵守。也不能让他坐你的副驾驶。副驾驶碰都不让他碰。那以后晚上给你打电话你一定得回我，而且晚上外出不能超过10点。那你平常加班也经常超过10点，那怎么算？我加班那都是正事。我也是正事。我有特殊情况会提前告诉你的。我有特殊情况我也会告诉你的。嗯，顾南舟，我们明天去约会吧，去郊游。好，都听女朋友大人的。